李雨辰说着扑过去就要打杨水水，被杨水水一脚踹在了地上。呀！李雨辰喊叫了一声，感觉腿骨折了，整个人害怕不已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杨水水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。周老师，赶紧把那个杨水水给我开除，看看我女儿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。李先生息怒，据我所知，这杨水水是正当防卫，所以这是。所以怎么样，你们就要包庇他吗？我女儿都骨折了，有这样凶狠的女生吗？才转学过来就将同学打成骨折，你为什么这么护着这个小贱人？她勾引我女儿的男朋友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不是你们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？李先生，你这样说话可就不对了，污蔑诽谤，我们是可以起诉你的。周向坤越发恼羞成怒，你们之间的破事我不管，但必须给我女儿一个交代，如果不开除这个死丫头，我捐给学校的2000万现在就给我还回来。李雨辰家是有钱人，去年建新图书馆，李家捐了2000万。我是对学校有贡献的人，现在你们为了一个穷学生这样对我，现在就还钱，把我的2000万还给我。